敢不敢落地看看，听命都先吃鸡巴马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辣椒哥。这抽奖啊，运气来了之后啊，你想挡都挡不住。这个蜘蛛套装啊，我现在并不想要，因为蜘蛛侠我对他不是太感兴趣。我们继续来抽这个天使吧，天使独角兽吧，好吧，继续来抽这个宝箱。嗯，现在是他手上的那把武器枪已经出来了，就差这个他的这个套装了。大家说这一次能不能出吧？我感觉啊，应该是可以出来的，因为感觉非常强烈啊，感觉他就好像是啊，这个灵魂附体，对吧，朋友们？就像是灵魂附体的感觉。你看这次一次闪了一二三四四个闪光，天哪！虽然说没有出来我们想要的东西，但是一次性四个闪光是看着就得劲。你看这次又是三连闪，妈呀，又是四个闪光！我去，五个闪光哎，灼热熔岩套装，哈哈哈哈，妈呀，又出来个顶级套装，天哪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朋友们。哎，黑蝠伯爵轿车，我去，最近的人品呢、啊、真的是强啊，朋友们，大家发现了？哎，咆哮南瓜灯头盔太帅了，老公，我要把三D头换掉，换成这个咆哮南瓜灯。哎呀，这家伙你看这东西哟，两个长跑，最后一发出来吧，快点老公。啊，妈呀，又来了个缤纷幻影这个小手枪，我去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最后一个也绝杀了呢，两个这个手枪来了吧。呵呵，这家伙整的我是受不了啊。妈去，没有出来啊，不过这次出来两个粉色的也是很帅啊，出来个手枪的，出来个灼热熔岩，现在也有三套了，天哪，灼热熔岩也有三套了。刚刚我们说的换什么，换个三级头盔啊，三级头盔换成这个南瓜的，大家看到吧，南瓜这个、啊、是个变形头盔，你的头盔自动的就把上面加上了一个骷髅头，哈哈哈哈，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霸气啊。后面这个小背包咱们也可以换一换，背包的话不如弄一个别的，弄个个性的吧，对吧，这是个红色的，黑色，可能就要顶级套装吧。最顶级的是这个，就是现在背的这个金色背包，但是经常带这个的就没意思了，背这个吧，背这个大红包吧，对吧，朋友们？这样子看起来这个红色的包特别有质感，对吧？颜色非常鲜艳。好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下回打游戏看看吧。拜拜，咱们下回再见。